你有钱，把你的本金利息拢做解平了，去多销，当然这个土地就会做翻，变成拢强的。你要甲卖掉，唔爱强的。可是你做的土地，你若到底下是银行，你若要卖你的土地来住，你就要先把这条钱先银行先付清楚，不过有等来等涂销设定，好，安尼你要卖唔爱强的，那无你我都反馈好。所以你若台湾要发达，你美国买下他，是台湾，不是阿强买下他。阿强啊，抓头抓尾拢无赢，所以砍阿强啊，砍天呐。所以生文字游戏比国人、比中国人更加老损。所以伊的建交公报部，美国砍阿强啊，1979年建交，你说签的美中建交公报，伊是干阿讲？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所讲的讲，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拢讲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。美国不提出挑战，什么意思？恁两个中国人比中国，好，所谓中国台湾那边中国人，甲流亡来伫台湾，即个中国人，恁两个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。拢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迄是恁咧讲的，好无？也不爱管咯。反正台湾是我美国咧掌控的，这个土地主人还阁是本地。啊，恁两个遐，你还要讲台湾是你的，迄是恁咧讲的。但是实际上，主权是还阁是本地人。啊，管遐钱还阁我美国手里。我若起码一摆叫你中华民国撤退一件，妈好，你就爱撤退一件。所以现在中华民国遐高官对美国言听计从。迄阵1979年前，就1978年，大家讲美国要跟阿中华建交，要跟中华民国同台。迄阵啥物？因个党国大佬陈果夫，伫因家己个杂志电话下，想尽办法，用尽吃奶的力。都要抱住美国的大腿，家己带兵，甲像个打死下个将无计，就敢若讲，你美国继续承认，我感觉继续建交安尼吼，啊，你咧叫我做啥吼、哦，我拢 OK， 下个安尼吼，你就看来就讲啦，这中国人真无计，啊，你也想，迄阵咧就真啊和平条，因两个这两个。啊、哦，国共两党，因拢无去参加旧金山和平条约。1951年9月7日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所以我讲抓头抓尾拢无。包括讲中华民国拢讲，台湾跟澎湖依据开罗宣言，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合法领土。无你把文件提出来看卖，拢提袂出来。无这个文件，与开罗宣言是一个新闻公报，而且都无人签名。迄阵的丘吉尔，听到美国讲要把台湾甲平和建交，要平和中国，丘吉尔无同意，所以伊不爱签名。啊，所以到尾这个新闻公报都无人签名。这是一个政治宣言的样子，哈，无法律的效力。然后美国讲台湾袂使攻打，我头拄仔讲过，台湾的战争在压袂住，好。过来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，恁台湾人一半以上的台湾人拢去用洗脑，洗脑到变讲你是中国人，支持中国的，安尼攻打就绝对输。你若以2000公倍，吃中点含卖就算统一，你再问我是统一公投，包括。今年2012年，小英哦，三只小猪欠寡官，真是足好个。结果算了，台中第一届输200万票，小英真是遐好，三只小猪真是遐好，嘛输80万票。你若这两球拢当作同桌讲话，讲话，因为小英含台中第一拢独排，马英九是通排，咱是算输啦，公道落。
你都在讲台湾人民在公投，啊，你美国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，啊，恁家己拢在办公投，啊，阮台湾人在办公投，对不对？美国就是咧听讲，啊，恁头壳无清楚，恁若公投了，那这两场总统大选，甲当作恐怖公投，是不是输？啊，咱若输，美日安保条约怎拖下台湾？因为这恁台湾人家己的选择啊。我美国民主的国家，我嘛爱遵守恁民主所投出来的结果，所以美国咧当讲袂使公投，是惊讲伫恁头还袂清楚以前，唔通办公投，办了到袂袂心酸，吼、哦，到时美日安保条约煞失效，因为佫要出兵要拍，你若同都公投讲要跟阿强同意，你看换一样进入来，美国想要出兵。师出无名，好，林夫，来，今天讲来哈，过来，现在苹果被爱台湾民间会混的七千万台币嘛，噶，台湾41万户的台湾建物的新闻，跟着是讲，当初2000年阿扁啊吼，而且讲三家都阿扁啊拢是三家都较选的。台北市迄阵嘛是，就是叫个赵少康出来，吼、哦、黄大州赵少康对马英九，啊，更对这个陈水扁，三家都票，国民党的票贴到两边，阿扁也赢，同款2000年咧选的是，哦，加足侪多国民党票出来，吼、哦，这个陈李安啦、啊、林洋港啊，都包括李敖，啊，包括连战、宋楚瑜遐，哇。是国民党跳到四组，啊，日军呢，民进党一组，所以都不容易啊，不过二十七万多块，吼、哦。但是，你做着总统，他发现讲，要求无啥物版本，干那总统换几个啊，行政院换几个，伊卡拢在国民党的官僚，所以。陈水扁总统伊辩论对到下骹，阳奉阴违，拢走进，所以啊，佫往右后骹，伊国会佫无过半，所以作个一寡法律要修改啊，无法度改，一寡法律要通过，无法度通过，吼，所以造成换，人讲换头无换身，哇，头壳起来头壳是陈水扁。下骹的骹手拢国民党个啦，那做头哦，啊，不协调，所以做个领导，所以被瞄，有用嘛？对不对？所以咱即摆美国要求讲，咱爱训练4000名，头壳清楚，会使讲做种子教官，将来遮个人来接，然后民间啊来接济，较袂去讲你独立，哦啊独立美国要去拍。所以头壳爱清楚，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，独立是一个假议题啊。那么爱400万呢？台湾政府新闻，你起码爱有一挂，这个新闻点有点分辨讲你是正港本土台湾人。啊，美国叫咱发这个新闻点，就是要甲台湾人甲中国人，是台湾这台湾人甲中国人切落清楚。啊，以后只要有这个台湾政府新闻点。哦，去 T W 本土台湾这个新闻的人，以后较会当做公告人员。哦，无分啦吼，因为迄阵咱在这边，是美国爱来甲咱收台湾。哦，那么以后中国人拢来为公务人员提啦。哦，因无资格去管啦。啊，咱民政府这个公告人员来教咱家己主题，较袂把头脑去教到乱。哦，咱讲拢是真相。咱无咧教迄个假，吼，包括以后人咧选举，只要有摕即个身份证 ，TW 的身份证的人，较有资格去参选，就去做候选人，也是去投票。所以将来就无人去对抗，吼，因为中国人拢无资格做公告人，嘛无资格去做候选人，嘛无资格去投票，吼，应该有居留权的。
第三大大，咱来看讲，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法律的依据，甲伊的迹象，吼、哦，真侪人咱甲讲，美国军事占领台湾，你哪有我无看到美军，吼、哦，对，即摆咧台美军占领就是中华民国的军队，啊，啊，都有足侪法律的依据，咱来看，第一个就是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，啊、哦。这个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，在1945年八月十七日，由迄阵的杜鲁门总统批准了来授权，和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九月七日对日本受降典礼那一天发布。迄阵的受降典礼是日本的东京湾的秘书里见电话啊，来签受降，包括发布啊，迄阵命令。蒋介石代表民军来接受日本军的打，啊，迄阵你要用命令蒋介石，变成错外头来了，这边刚刚变，我这边，相当讲用命令，因为迄阵杜鲁门总统是所有盟军的统帅，那么盟军。对你祈祷。所以，那么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，那么蒋介石即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，所以，伊这个命令，啊，来命令吼，蒋介石爱代表民军来台湾，把日本军的武器给缴械，啊，这是啊不，1949年蒋介石。就是依照这个哈，1945年，蒋介石部队来台湾，就是依照这个地方命令来，这合法了哈，注意这合法。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，依照权力来分配盟军什么各一国爱去占什么国家，包括迄阵北纬38度线以北的北韩、北朝鲜，跟中国的东北地区，使用多联军。远东区的总司令来打，啊，你注意看嘛，迄阵分配予苏联，有头名有挂一个国名，叫做苏联军总司令，远东区总司令。但是这边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，头名无挂中华民国，直接就讲命令蒋介石向蒋介石的来投元帅投降。前头那一部，因为迄阵美国。唔知虾米人去代表中国，因为迄阵中国有四个政权，一个重庆的蒋介石政权，一个是南京的汪精卫政权，一个是延安的毛泽东政权，一个满洲国政权，啊，这下边代表中国，所以规矩准无甲中国名去，吼、哦。好，旧金山合约，伊的第二条比。日本放弃台湾甲平壤，即个管辖自由。第23条 A 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行为。当然，日本这个日本就包括日属台湾。哦，迄阵日本的琉球、日本的北海道、日本的九州、日本的四国、哦，日本的台湾，哦，当时。这两个，哦，第一甲第二，哦，好多一号命令，含这个最近那回所讲。这是有法律的根据，而且这个是国际条约，好。再来，对日本来签订和平条约所做的拟定，好草案哈，是跟我的一个国家的同盟国来做一协商。这是迄阵杜勒斯咧主导，杜勒斯为了做个美国的国务卿，啊，伊咧做这个跟咧起草就这项和平条约草的。是美国总统来聘任，所有拢是美国在主导啊，就这样和平条约，美国在主导。过来台湾管理法，这是1979年四月七日订立，但是追溯来到1979年一月七生效，因为一月七已经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，头拄啊所讲的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定义到这等级。所以，伊爱关键定一个新的台湾关系法，追溯到1月1号生效，甲连接起来，莫有空窗期啊！啊，这个
台湾关系法是美国过来的，是美国依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头拄仔讲的，主要占领全国的新闻，靠权力，靠这个政府来登立订立。咱毋捌听过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，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？他说：“今麦在讲这种法律，这有依据。过来，咱来讲，像那伫1980年，美国的雷根总统对台湾有六项保证。啊，这是要跟美国要跟阿强啊签8.17公报之前，啊，都对台湾都发了保证。迄阵就是蒋介石在做中华民国联邦总统，那么伊的政府也都知影讲，美国要跟。”中华人民共和国搁签一个这个公报，叫做八一七公报，有可能要出卖台湾，要放弃台湾。那么，迄阵台湾民心浮动，无论中国人还是台湾人，拢在卖土地、卖厝，赶紧在移民村在逃跑，所以人心惶惶。所以，对这个透过关注，必要求迄阵的雷根总统，希望伊发布一寡保证。他来安达台湾，即来带领台湾顶完即个民心，所以雷根也就发布这个对台六项保证。咱来看对啦，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打击的日期，继续给咱个。美国未就对台湾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合作，你注意哦，即对台，即台。是台湾治理当局哦，不是台湾，不是台湾人哦，不是美国治理台湾人哦，是美国迄个台湾治理当局中央流亡政府哦。就讲美国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之下来牵制对台湾的军事，咱们这对台嘛，台湾治理当局。第二，美国未修改台湾的管理法哦，一字都未改。过来，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蒋介石，美国未是。啊！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编制谈判，吼，伊无要做条人吼。过来，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所讲个讲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，吼，美国无赞同这个吼，无支持吼。啊，这是雷根六项保证。啊，另外，咱拢毋捌听过有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个承诺，只要美国就爱对台湾建立。叫火，还保证个承诺，个标准台湾含美国啊相当的关系，啊真正关系就是军事占领的关系，吼，这块土地，伊建既然伊咧军事占领，伊就爱负责保护这块土地，袂使有别人抢。虽然你底啊伫我遮，就像断掉，你摕物件来底啊伫我遮，我来顾较好啊。三五个头，你若买来搞赎回去，我爱物件好。交易你安尼钱起来，美国起码就是在甲咱搞。所以1996年，李登辉含彭连敏在选总统，啊在讲两国论，啊强安尼社会团，美国随派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台湾，就是、这个原因。拼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台湾，爱开足多钱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也想，伊是哪爱开遐钱？你若无保护好吼，啊，若许真正阿强体，以后日本天皇若摕钱要来讨，我话你煞无物件好人诶，人底下伫你遮，你煞通胖去吼，啊，你代志大条，美国嘛足无民主诶，物件寄伫你遐，你著顾袂好。啊？咱台湾人咧交易说。咱台湾真可怜，日本嘛，美国甲为南韩到日本、琉球、台湾，包括菲律宾，一直在到印尼，即逝拢叫做美国第一岛链，就是美国的最前线。啊，咱是咧替美国过前线的，咱台湾人，家己你看，甲美国买武器，中华民国甲美国买武器。是咱台湾人搭的汇款钱、税金钱去买，啊，中华民国阁叫咱去替伊做边，啊来替美国过边线，这个台湾，咱台湾人最爱家己扎便当，
啊，买武器都是甲美国买，去台湾出去。啊，你看台湾人空干无？够衰哦吼！咱世界要接复杂的台湾吼，真正无得做。哦，我做阵还袂讲咧，你敢有机会还要讲吼？你今仔，你讲到这，大家共勉，谢谢。